地球的另一端，非洲东南边有个叫马达加斯加的岛屿。世界排名第四大的神秘岛屿马达加斯加岛上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在野生丛林深处，猛兽们发生了争斗。经历激烈搏斗后，老虎取得了胜利，却也全身挂彩了。过了一会儿，老虎便在草堆上打滚，摩擦着伤口。究竟这草地的真面目是什么呢？由于受伤的老虎会在积雪草堆上翻滚，因此又被称为老虎草。研究结果指出，从积雪草萃取的天然成分拥有卓越的舒缓效果。您知道在许多生物科技研究当中，积雪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吗？看过来，蕴含丰富积雪草成分的保养品就此诞生，全新上市的爱多美积雪草舒缓系列，以友善环境技术成功地萃取出积雪草核心成分，只要一滴就能舒缓补充肌肤满满的水分，加上从大自然中寻得的天然植萃成分，守护敏弱肌肤，给予更温和的肌肤保养体验。爱多美积雪草舒缓系列。